水煮肉片大家都爱吃，自己却总是做不好。今天分享一个简单的家常做法，前腿肉切成薄片，加蛋清、生抽、淀粉，充分抓匀腌制10分钟，放一勺食用油，肉片更加的嫩滑。油热放入葱姜蒜辣椒，一勺豆瓣酱和火锅底料，炒出红油，加入适量清水，水开后煮2分钟，捞出料渣，加盐、鸡精、生抽、老抽调味，再放入自己喜欢的配菜，煮熟后捞出放在碗里，开小火均匀的下入肉片，煮熟后再轻轻推动几下，连汤带肉倒入碗中，放蒜末、葱花、花椒、辣椒粉，淋上热油激发出香味，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。